新疆最美女明星，招黑体质古力娜扎，热巴宅男女神。佟丽娅，新疆伊犁，长相温婉端庄，看住就很温柔。别看她很弱小，她的内心是很强大的。麦迪娜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她凭借《新还珠格格》香妃而红，你还记得她吗？戴斯，生于新疆乌鲁木齐，她凭借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的胭脂而红，你喜欢她吗？本琪，原名马小晨，出生于新疆奎屯，中国内地原创女歌手，融合 R 和 B 和说唱风格。迪丽热巴，新疆乌鲁木齐，她出演很多电视剧，在宅男心中的女神，你对她的哪个角色比较深刻？我喜欢她的高文。古力娜扎，中国新疆乌鲁木齐90后小花旦，凭借出色的外表被观众所喜爱，但是她也自带招黑体质，有些网友评论水第一是她，我不服。